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玛利亚，我是玛利亚，我是玛利亚。今天你是妈妈。今天插播一条视频哈，今天是9月27号，然后大家新闻也看到了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现在发生了交火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总理宣布整个亚美尼亚国家进入备战状态，然后全员动员。我就感觉 teach nervous。我就感觉有点紧张哈，特别是联系到，之前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些战斗机从天空飞过，我就感觉更紧张了。Yes, those days have always been. Yes.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，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个机场，然后每天也有飞机在训练，发生在中国的话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反而我感觉特别的安全啊。 Happening in China is about to I feel more safe、oh. 这就是体现了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性啊，真正的安居乐业。小朋友过来了。什么叫真正的安居乐业？然后今天呢，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大家还是很正常的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抢购啊之类的。所以说最后呢，我还是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他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最后还是感谢我的祖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安居乐业，国富民强。最后希望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。笑，笑。拜拜。拜拜。